压整个高，好，对吧？这样当当门枪手，对方门打。丢脸哦！换一下衣服就可以打了，然后就一直得分。你录影干嘛？当当当当，还在打。好，很好。这是什么录影？在啊。什么录影？在啊。大会掉，刚刚录。大会，一骄傲起来就不后退了。放弃了。哎，不要一直往前冲啊！ 再往前，再往旁边跑没有用。中间，打他们，打他们！别玩啊！哎，学弟，你以后是你们的学弟，应该是吧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有学弟，有学弟，你知道他们不利了？应该大部分都是啊。你知道他们到杨柳，我就毕业了。 真的，真的有可能。他们六年级，三年级啊，他们好一样啊。他们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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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
把手打开，挡他们，把手打开。你在摸哪里？你要用脚摸。都录影到里面去了哈，讲大声一点没关系。其实队友就只想抓自己队友，变态。变态。我在录影，你讲那么大声。录个进去有声音呢。跑来跑，再跑跑跑跑跑！你要转身，转身！在跳什么？你是思考自己。我昨天把谁喊出来？是吧？篮球。一定要跑，一定要丢吗？是吧？得分，你不能思考自己。不要有逼我慢。东方散开一点，散开一点。哎，过来一点啦、啊！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有！过去来追。对啊。先打。先扯下。这样子老师打你的是加油，加油！耶！哎，发球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不要立在你这里好了。没去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！加油，平手了，平手了，加油！你们没有上那个谁的球了？就是那个三角形那个教官的球。我们没有上，怎么会上？这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们那个东西在闹啊，我们五公尺而已，五公尺，向前，往前，东方往前啊，五公尺而已。站开！哎，
啊，他们玩，没有，他们在晚上十二点。抓他！再一次了，掉了，已经掉了两个耶！散开一点！不要光叫人家散开，人家自己要散开，你都不散开的。有没有看到人家一直在喊，一直在喊球？有没有？一直在喊球？有没有？要喊，后面才知道有人。有没有？他们打空中线。哎，啊，他们在喊球，知道后面有人。他们的教练好壮哦。是国中的而已啊，国中的，换经营村路，我知道。不要，到时候你们输参与就丢脸了，跟人家谁废了，搞不清楚。哇，七号跑超快，真的啊，所以要有人防守他，有人防守他。这边最小的篮球，他进的话近一点的话，如果是中场来进球就好。10-10，零少。走他！先掉，先掉。其实我来当裁判也可以啊。哇！我觉得太好了。反正他东光队都没输嘛。传远一点，过他。哎，传过去一点。比赛在这。